新爷，看，新娘子，这是我的婆娘，让她把你装扮起来。多漂亮的新娘子呀！这要装扮起来呀，比画上的还俊呢。没想到吧？我就是要给你个惊喜。我们好好结个婚。阿乐少爷，老爷在吗？在。还是麻烦你给通报一下。我还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再登我的门了。爸，吴伯平人品太差，他配不上安琪。我知道，他要是好，我就留给新宇了。你这只手真废了？手废了，人没废。